无用工课，辛苦几工了后，伫心情放轻松的这个时阵，我的心内感觉真满足，充满成就感。生活随时在改变，也毋过不变的是逐工伫我身边遮的人，遐一直陪伴我的人，信任我的人，因总是予我的生命搁较侪力量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一直真认真，想要搁较骨力守护因，因为因对我的人生有真大的意义。就算讲我拄着困难，也袂离开我，袂放弃我，因就是我的亲人。因予我袂记的所有烦恼佮忧愁，因陪伴我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。我的人生当中，亲人永远是我上重要、上支持我的人。我人生丰收的日子嘛，对你来到，一路走来，我毋捌放弃，就是为着要保障我的家庭幸福。今嘛，我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，放下工作的责任，带着美丽的回忆，走上人生新的路途。我会记得有一种力量，时时刻刻在保护我，让我工作上不免烦恼，让我每天会用平安健康回去亲人身边。多谢你，我知道这种力量会保护我们世世代代安全，用我的力量保护你的世界。 3M